是的，各位，我才有人起来，人后摆再讲啦。就还未讲到开嘞，那就安尼结束了啦。真是的。无怪恁阿娘吼，这尼啊袂放心，啊？什么？恁阿娘拜托人提一张批予我啦。啊？讲伫个故乡吼，关于你的议论真多，传言嘛真多。恁当时话吼，厝内袂放心，恁阿娘嘛袂放心，所以吼，就拜托我甲你考去，明早登去完婚。你看，啊，一张批。你自己便看啦。你安尼讲，我听到硬气啊！对不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无影的代志啊，明祖兄。我来进前吼，嘛感觉是无影的代志啦。哎呀，不过你拢。你拢食营养品啊呢？佫无影代志哦。明祖兄，你误会啊！因真正是我北京死友会死友。你看你，佮会当都拢，这正常的勒索啊！我，林光明这个小囝后下也是遐尼搞啉酒啦。哎呀，无简单呢！老同学伫北京佮会当做伙啉酒，真难得啊！拄则未见问光明啊，杨开明最近伫无音声，那一直拢无伊个消息啦。任光明讲，杨开明师范毕业了后，就登去故乡家住。伊这个人吼，心肝善良，定来救济一个寡妇，受到因许族人的非议。有一天吼，杨开明啉酒醉，伫寡妇兜的桌顶吼拍一暝，得要天光的时阵，毋知想去通风布泄，结果吼，寡妇兜族人吼都甲抓起来，族长调集开会。按照族规，娃娃家的寡妇踮在水底下个淹死，杨开明受到刺激，就起笑啊！伊即马吼，规工伫咧大路诶，做去遮讲笑话，啥拢袂认诶啊！起笑，人起笑，天嘛起笑。哎、欸，卖透过，九孙，卖透过，我无什么事。九孙，我求你别抬我，我无什么事，我无什么事。九孙，你到底？表兄，
表兄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有人要杀我。无，恁拢在对我，要杀我，别开门。不是啊，救生，你是？你听。救生。因的脚步声，你听。敢无听因的脚步声？因拿一支三寸长的刀，非常的来，顶头有火，外口全火，伊要用迄支刀来杀我。我不是没事，我一定要避开，我一定要避开。九孙，不用，九孙，不用啊，避开，我都要避开。九孙，九孙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不用啊，九孙，不用。我不是没事，我不是没事，九孙，我一点都不是没事。你一个太原的文书来北京，啥拢袂认得你，啥要杀你啦？哪有可能有人要杀你啊？你先出来，你先出来啦。表兄，我那是混台戏，你就把这张批替我妈妈阿公阿姊。我看伊神经错乱，敢那起痟呢。九孙，你先出来，咱有话慢慢来讲好无啦？我袂出去，我袂出去，我袂出去。你听话，你先出来。我袂出去，你莫搞笑。你先出来，出来。今日听话出来啦。我袂出去，袂出去。你先给我出来，出来啦。听话出来了，进来啊！你先出来，我派出去。九孙，我派出去。九孙，九孙，是我，九孙。你来啊！哎，伊到底是安怎？九孙哦，第一来北京的半路，看来真侪红妖邪人受到刺激，这几天住客栈哦，但暗拢换几啊间房间，一直拢困袂安稳。啊，惊有人来杀伊。今仔日早起哦，伊讲一定要来找你，坚持讲有人要追杀伊啦。看起来是神经错乱了，心上病医了。来，九孙啊，来来来，九孙，来来来，九孙，九孙，我不，来，别跟我搞，九孙，来来来，九孙是挂了，你们叫我下，来来来，九孙，你跟我说，为什么被抬过？你为什么被抬过？来来来，九孙啊，为什么被抬过？行了行了，为什么？你跟我讲为什么？为什么被抬过？跟我讲。Thank you.
银杯一对，银滴两箱，刀剑啊一条，手剑啊四条。哎，卡慢，卡慢。手剑啊四条，手剑啊四条。依照色之先生结婚之喜，心音庙，老文殿，丹大泽，马树伦。蔡元培，哎，讲较慢嘞。蔡元培，江树娇，郭一涵，刘半龙，李大娇，也够你单独收。好，小姐，等于故乡成亲啊！咱这份礼单嘞，恁都加抄写几份啊，分别搭去办公室的壁顶，学校大门口啊，算是一份暗面的告示。第一是。对遐个诋毁的人咧，互因较莫伫遐讲闲话。第二是互遐个逐工对挂心的伊遐女室友啊，会当死掉心啦。足好诶，着好，总算会当清净啊。啊，实际甲伊含迄个门埕都毋免打。啊？是安怎？为虾米啊？你总是爱互遐个女室友一条活路嘛。实际成亲啊，即个伊含会当交代者啊。我是无实际种病着，毋通啊，毋通啦。笨呐、啊，我食细的就好啊，你食大的。你好乖啦。笨呐、啊，有法的好子啊。石头爱安尼做，哎，这是张家口第一孔教好我的高孔军团。哎、欸，你要从啥？你卖无闲啦，你坐规工的车袂忝啊，去啉水啊，休息，对我随好。你看啦，北京厝内的眠床嘛都爱装修，这甲租厝有啥物差别啊？是嘛？这北京甲祖厝无同呢，北京的寒天哦，足寒的，敢那烘火鼎无路用，也是困眠床较舒适。哎，也毋是为着要让恁母仔囝三个人困会舒适，对不？哎呦，你莫无闲啊，大姐啊！你安尼做，我哪有才调休困？好，你落来啦，我来。我第一届做，做了袂歹安尼，毋是你问小三，对吧，小三？先生啊，你是真有学问啦。不过若要做代志哦，你真正适合阮中心店的工人。有听到无？好啊，落来啦！哎呦，你还袂放心哦？倒啊，拿来。你也袂晓啊？我哪会袂晓啦？你看。哦。先生，我看即马做代志，脚手比你较溜咧，无我甲即马来整修啦。我若甲你整修吼，即马应该无倒困小眠床。好啊，你莫伫只地下跋手，紧落来啦。这你还晓做哦？你。你去你看办的哟。啊，小三，搞到三江了哈。哦，好，去嘛。哎，手细你呢？啊，我伫祖厝做过啦。啊，姐啊，你手细你啦。含刀，怎个提来？去嘛，像是含刀啊。先生，你的小名叫做含刀哦。姐啊。我已经大人大正，你搁叫我小名，什么小聪啊、小雄啊，你哪叫这啊？哎呦，小三啊，不是外人啊！啊，好啦好啦，以后伫外口吼，我就叫你小聪、小雄。伫个厝内，我也是叫你含德。你爱叫啥就叫啥啦。实在吼。哎呀，老王婶，你食大啦！笨啦，我食细，你食大个。小雄啊，小雄先生，你紧管教你迄两个囡仔啦。吃啦。你是安怎啦？你吃大的，我吃小的就好了。好吧，金华，别再佚佗啊！内底有恁军官阿姆甲恁做的新衫，赶紧去换换，换好了吼，人好出发去吃蒜油吧！啊，进来啊！吃什么蒜油吧啦？敢不是有面粉？我中昼做寡面就好啊。是啊，出门吃水饺，入门吃面，这句话讲了有影。也毋过今仔日吼，伫咱家袂用的啊，吃吧好啊。现在囡仔因是当你大个时阵，面面怎甲麻痹啊？先华、宝华，你是愿意食肉，也是愿意食面啊？食肉。有听到无？哎，错卡错手。金马，你一边来好吼，安尼这眠床就差不多啊啦。哎呦，辛苦你安尼。未辛苦啦，金马。等床的土烘干以后，骨骨全烘，烘干就当困啊。好。
秀雄先生，床已经整理好啊，若无代志，我先回去啊。回去创啥？那不是参详好势啊？甲恁即马接风，东来顺算油啊，做伙去啊。就是讲，恁一家人团圆，我就莫去啊啦。阮阿爹还佫伫厝诶，我走袂开卡。哦，我错袂记，等我吼，食饱才回去啦。即马真正免啦，阮厝诶佫有代志。伊阿爹破病，爱回去照顾。来，小陈。先生，这我袂当收啦。收起来，收起来啦。即马这钱我袂当摕啦。有啥物袂当摕？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啊。去啦，去。多谢先生，多谢亲妈。去啊！洗手啦。好。啊好啊，咱两个去吃吧。好啊，三十外好啊，看恁面乌索乌索，过来过来，洗面、洗手，清清气气去吃饭哈。哟，清清气气啊！阿爹去换衫，衫换好了，咱就出发。徐雄先生，请入来。徐雄先生，入来入来，来入来。先生，您哪知我搬来这？先生好，先生，先生，是教务处刚讲的。你拄搬来遮，阮就雄雄来拜访你，实在真歹势，交了，那有交了啦，欢迎恁常常来。拄好我的夫人嘛伫个，夫人，中海、海威，我两个学生。苏表好，苏表好，恁好，两位阿兄好，恁好。哎呀，唔知啊，苏表拄来，阮雄雄来拜访恁，实在真歹势。袂啦袂啦，恁坐咧讲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来，过来。什么代志啊？这来，我唔知苏表今仔日来，当作啦。其实嘛无什么代志啊，啊，咱先来走啦，明天再来拜访哈。等下等下，有话直接讲，找我一定有代志嘛。什么代志？安尼我就直接讲啊，先生，代志是安尼啦，海威这学期学费有淡薄问题，因兜遐钱也未寄到位，所以教务处就叫伊写一张欠条。不过现在需要一个老师来担保，我就说你找秀雄先生啦，不过海威面皮薄，歹势讲，所以我就找来找你啊。哎呀，海威啊，海威，小可代志嘛，这个面子有什么关系？只是做担保嘛，我甲你做啊。你欠教务处偌济钱啊？就是五股大洋的押金。哎呀，安尼连担保嘛唔免，我给你啦。唔免啦，先生。我给你。这。安尼唔好啦，这就是啊。你顶届付我的钱，也阁剩三块大洋，摕给因啦。行行行，先生，我先来走啊。等下等下，过来啊，是咧走啥？去拿钱啦。先生，这些钱我真是袂当摕，你还是甲我做保人啊，这已经算是对我上大的帮助啊。小春出来，先生，卖阁啰嗦啊，赶紧去教务处拿钱，后学期就伫要开课啊。啊，中海，带去拿钱，去啊，啊，去。先生拢安尼讲啊，你着收落来。多谢先生，多谢苏表，算行啊。好，先生，我来走。我叫你算好啊，两只酱油吧，加蒜油吧，蒜油吧。波华姓华，来，阿爹甲恁讲一个道理啊，食歹歹处，上重要的歹处，调起胖，
吃肉条就起胖的时候，咱就爱搁踏喙齿，啊踏踏，哎呦，喙齿有够疼的，哎呦，不用的，袂当吃，袂当吃。我袂吃喙齿胖，我喙齿就好，我要吃肉。哦欸他的时候很艰苦的呢。我就是要吃肉，你故乡一直吃阿娘做的面，我已经吃到很咸了，我要吃肉啦。多花心花，恁两个是在闹啥？什么吃肉吃肉，爹出来吃我做的面啦。妈妈想起来哦，别吃肉，别吃肉，吃面好啊，吃面袂太喙齿胖，要靠爸爸向恁保证，一定会带恁去吃涮羊肉，吃两顿。小熊先生有伫咧无？嘿，有伫咧。啊，你好。有您好。周先生，你哪来啊？啊哈！秀雄先生，今日来吼，不是要找你的，我是来找夫人的。找我？啊！夫人，我受蔡元培校长的命令，给你送公主。我蔡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李夫人，蔡先生知影，李主任是一个真大方、爱帮助人的慷慨人士，每个月工资拢摕去做善事，所以伊私底下决定每个月为首相先生的工资扣30大洋，叫我亲身交予夫人做家用。伊知影你今日来，受着先生无钱通用，所以就叫我赶紧送钱过来，你收落来啦。首相，敢有适合？适合。收咧啦，收咧啦。多谢。哎呀，蔡先生有要解决我今麦问题哦。赵先生，请你一定要转告蔡先生。多谢。哦，一定。多谢蔡先生。蔡公够吩咐，你伫厝先休两日，蔡夫人甲囡仔出去踅踅。多谢。哦，安尼我先告辞啊。你顺行哦。好。好、啊。顺行哦。哎，波华新华，来，您讲是吃涮羊肉好，也是吃面较好啊？涮羊肉。那咱也是去吃涮羊肉啦。娘哦，咱来吃肉哦！来去吃肉，吃肉真是袂掉起胖哦。阿爹其实嘛袂掉起胖。行行行，哎，款款的，咱来去吃涮羊肉。教练，王阿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王阿伯好，真好消息。哎，你看麦，您看麦嘞，吴先生下批来啊，伊讲吼，伊甲你实战出完皮。在北京办的花季进修馆，春节了后就要开馆啦。迄头一期吼是试点班，伊特别吼替恁两个兄弟啊传两个名家，家大拢免钱。我靠，恁赶紧准备一下，春节咯就去北京过啦。不是啊，王阿伯，阿姨两个以后袂去法国勤工俭学啊？去啊！哦，吴先生讲啦，迄、那个北京的法文进修馆哦，甲近代的花季补习班哦，迄是一体啦。将来恁去法国勤工俭学，拢会统一办理，袂冲突。安尼，你要去无？阿兄，我想要去。王阿伯，嗯，阮若是去北京阿当图书馆的工课要安怎？这个新青年，敢是实行东林编辑吧？印刷伫上海，也毋过吼，这个发行总部就刷去北京，遐吼当需要人，恁若去吼，就踮遐做发行。我有甲陈主修先生讲。替恁加工钱，足好诶！恁若去北京，安尼，卖阁丢度啊啦！吴先生有特别讲，叫你去北京吼增加建设，迄边吼是思想交流诶交汇中心，会当历练。搁再讲，迄嘛是恁爸爸伊诶苦心啊！好，阮去。安尼就对啦，啊，恁紧款款嘞，准备食饭啊吼。王阿伯，你免无闲啦，时间到，阮家己会出去买。啊，这，点解我才食饭，搁着要出去买哦？这可紧啦吼！你看你，今仔日拢点解我才食饭哦？拢袂用个走吼，就安尼决定哦。教练，嗯，卖无闲啊，去巷仔口买。啊，好。
我当然想要跟恁做伙去啊，也毋过我阁爱回去甲阮爸参详一下。妈妈，我想要找你参详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跟恩人交联，做伙去北京。你去北京要创啥？我爸敢毋是伫北京办法文进修馆？教练甲恩人要转去迄面遐读书，我想要跟因做伙去。哦吼，我知影迄个法文进修馆，恁爸爸是遐高多。嗯。只不过恁来当跟因去啦。囡囡啊，嗯，你是毋是甲迄个陈恩人，甲人咧缀流行啊？谈恋爱是无？妈妈，你误会啊！陈恩人伊袂谈恋爱。为什么啊？陈恩人伊是考行政，伊甲家己定六条规定呢。你知影倒六条无？袂含油，袂看戏，袂翕相，袂去餐馆，袂讲究穿衫，嘛袂谈恋爱。伊阁直接甲这搭伫面床头诶，互大家监督执行。无恁两个算啥物关系啊？阮两个哦，是同款志向诶动物。就因为安尼，你就袂甲伊去北京哦？你安尼敢毋是乱来？妈妈，恁爸爸若知影吼，伊嘛袂同意你。想讲我袂同意啊。爸爸，你拢听到啊？你安算安尼放伊出去啊？查某囝想要去就去嘛，出去外口拼一下有啥物唔好？见一下世面啊！我同意啊。感谢谢嘞，爸爸，你不当反悔哦。耶，妈妈！哎呦，我来做啊！不当反悔哦。我来做啊，再会。刘文耀。你就安尼回甲迄个非亲非故的查甫囡仔去北京，安尼是算啥啦？就是因为非亲非故，我们才让咱查甫囡仔去啊！我早就知影你迄点心机啊！夫人啊，单独收单连连这对白仔囝，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。你相信我的眼光。刘文耀，你若安尼做，就是甲恁查甫囡仔幸福摕来搏，你就继续设计啦，继续安尼做。孙子，过年好！恭喜哦，恭喜！过年好，等你去苏桂英家吃水饺啦！啊，举手神仙！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，你叫伊定金啊吼，去苏桂英家吃水饺哦！好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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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各位大哥，等你拢去哦，家里底啥物拢有啦！啊，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，等你哦，这回去苏桂英家吃水饺，来个三回刀，恭贺新年哦！哎，过年好！新年好！走去苏桂英家吃水饺啦！三五三牛，大家先进来啊！哎，苏桂，苏桂，哎呦，你好，过年好！你来哦，是吧？过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大家先进，你来过来。哎，咱是卖公仔吼，把这年货赶紧搬去厝来啊！进来，哎，接货啊！哎，主，快进来，接货的客，到三江，到三江，拢搬你去厝来啦！大家先进，你来买这么侪物件啊？我看新报顶面写讲吼，中心店的工人领袂到薪水，我一日看赶紧把年货送来恁家啦。许聪先生哦，一个月薪水全部拢开了了完呢。卖有白讲，人蔡先生扣我30块吼，送去阮家呢。谢你。哎，大家先生，所以今天要怎过年哦？我已经安排好啊，咱就做伙过日到暝，然后我再去陪伊。哎呦，阿祖阿祖啊，来，把米粉给我啊。好，多谢哥姐啊。进来，来，来，米粉，哎，哥们，过来一袋哈，啊，过来哦，哎，过来一袋啊，好好好，哎，没问题，哎，扛家哈，扛家，哎呦，哎呦，徐雄先生，哎，没代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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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慢车倒去啊，慢车倒去啊。来，拢来就睡觉，拢来就睡觉哦。好，好啦，好啦，行行。哎，陈丈夫，你哪有啥物代志拢甲别人无共款啊？厝内有起火，足烧热，你唔伫内底写，硬要搬来外口冰天雪地安尼写。哎呀，你无了解啦，伫外面写哦，空气好，心情好，虽说凋风林，独秀写春联，情景高扬。伫外面写哦。这手哦，拢袂错，袂错，等下变菜头阁袂错。爸爸，爸爸，哎，好，爸爸，较慢嘞，较慢嘞，恁两个较慢嘞啦，爸爸，唔通跋倒。爷爷那遐，甲教练那遐，
送阮勋章，你替伊号名好吧？号一个名哦。嗯。啊，英英白云，罗比官帽，无就叫伊白云啦。啊？白云？就叫英英。叫英英卖用的。英英，英英。英英。你要做英英，你要做英英。哎，你看，引起了。哎呀，你看你爸都写的，这卡印引起了。张文兄，再写一张。唔免写，唔免停写。这是英英的选股，伊正式成为这个厝内的一份子。算你红了，好格调。叫人安尼，等下给恁爸对联提去门口打。好，来来来，行，咱去办宴会。办宴会。来，恁家人啊，新年度开始，我来讲两句。干嘛要办？这是一个好年冬，对年初开始，我就感觉有乐趣。这第一喜，就是这囡仔拢对上海过来，也阁有石子、碧兰、新光、柳眉，咱这家庭哦，这些年第一遍有这么侪人做伙，真欢喜来过年，无简单。啊，第二喜咧，就是石子的新婚大喜，十三年的恋爱，对大清朝爱到民国。经历两摆复辟，终成正果，这是一个传奇。是啊，师姐，我有听讲黄侃教授在上课的时阵，把你的婚礼哦变作是教案，规教室的人拢笑到变鬼。那是黄侃在咧编排师姐，想袂到拄好反效果，颠倒替师姐在咧宣传啊。我是不要紧啊，我乃当替新文化承担一切，是我的光荣啊。当然，啊第三喜咧？第三喜当然就是恁少年人啊。法门进修馆总算起好啊！虽然是临时培训的性质，也不过总算是予恁对上海来到北京。北京咧是大中华的中央，而且会当提升恁的人生品质。啊，第四喜咧？第四喜是一粒丸啊！大把丸啊！啊！咱新青年实行东林编辑以来，发行量已经超过一万册，而且即马还佫伫快速增加，这代表什么？新文化的高调啊，就伫要来临啊啦！是是，咱的心血无白费。好，好，好。第五喜，去年我国发生十月革命，不论是维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，发动武装的暴动，成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我有看伊的功力，真受启发，有可能成为咱的模范。咱就要好好研究一下我国的道路。哎呦！你莫甲外国的代志搬来厝内讲啦，好不？好。第六喜是阮的风流读书会，马上就要开始啊！蔡先生已经接受丈夫先生、够首相先生的建议，要伫阮风流图书馆做一个开放的空间，甲校外文化青年办一个读书会，大家做回来做好分。教练、教练、刘备、别兰，恁拢会当来这个读书会啊？我嘛会当参加，当然啦，足好诶，足好诶，第六喜。哎呦，第六喜人拄则失职，敢毋是已经讲完啦？好，问题意思差不多，就安尼啦。啊，大家大春联啊，食饭，好，食饭，来，快点，我俩，来去人啊，我来倒上，来来来，哦，祖辈，过年，对妈妈去洗手啦。大年三十，耍鬼票。厝内来一个桂林李大娇，李大娇，一猪肉白菜包水饺，欢欢喜喜，连连闹闹。四桂你真牛哦，连阮家乡鹿鼎大鼓你也晓念唱啊？哎呦，念两段。我来豆唱歌。我嘛来表演一段，好不？哎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银装那个素裹呀，夕阳出西，高朋那个满座呀，我们来把家常叙。要问这个大伙呀，怎么这么热闹？乡里乡亲呢，都是那好邻居啊！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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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水饺好啊，给他吃水饺啊！先生啊，请吃水饺啦，这杜祖辉水饺，请吃。囡仔因先吃啦。你啊，一抓老将送这物件，那不是你哦，我无才调过年。唐客气，先给囡仔吃啊。师傅，听大招先生的，赶紧先给囡仔吃啦。
哦，和你家的囡仔来吃水饺啦。小宝，小宝，莫去烫着嘞哈，紧吃水饺啦哈。阿娘你吃。水宝，过年时啊，你哭啥啦？啊，安怎啦，弟夫啊？水饺给引出你目屎啊！啊，我是欢喜啦，我是欢喜。好食，快吃。水饺不好，大家。好。倒来。你都唔知咧，你来之前哦，你跟我晒性地啦。讲哦，嫁乎我哦，都无过过一天好日子。这过年哦，无食过几顿水饺，你想啦？不闻在江北区，多一家多一户有米粉呐、啊。来啊，吃水饺了哈！我跟你讲哦，这年哦，好野人叫过年，善车人过关。其实我感觉吼，咱这阵江人想要过好日子，嘛不是无可能啊。哟，大脚先生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讲以后我想要吃水饺拢吃会到啊？对啊。大家敢知啊？有一个人叫做马克思啊。拢归咱大家啊！大家想看卖，土地拢归咱家己的，安尼咱过好日子，敢有困难呐？啊！会用咱家己做主哦，对不？以后就会用咱家己做主啊！大家先生，你拄则讲的迄个社会主义国家，迄是不是人袂去食人狗狗，啊，无人去欺负阮善车人啊？无不对，就是这意思啊！啊，你拄则讲的迄个大和尚的古丽人迄款的人，咱中国有无啊？那有，来去找伊啊！大家卖着急，即马有一阵人，当伫咧找伊的路诶。你就是迄个大和尚。